在今天上午11:30，接见了教廷驻华大使馆代办陶怀德跟专员李明德。陶怀德，请您把教宗保罗六世1976年和平文档任命为原总统，并且将原总统命至教廷后。并且向原总统，原总统明天上午在接见陶怀德以前，曾在10:30接见了国际福伦社社长